你家孩子是这样画房子的吗？你家孩子的植物画出来都长一样吗？你家孩子画动物只有一种样子？可以理解家长想给孩子提供画画的参照心理，但长期下来孩子就会产生固化思维。如果你家孩子还在用常规的方法画画，不懂创作，缺乏想象力，那么学了画拉拉精品课的孩子们早已掌握丰富的绘画技巧，能画出创意画作了。你家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差距就这样被拉大了。告别传统画画教学，让孩子跟着美院名师在家提升绘画表达能力。一节直播课，九节创意度播课，十节课只需9.9元，让孩子观察、运用、提升一步到位。点击视频下方链接，为您的孩子报名吧。